教练，刚才训练没看到，怎么了？我带你去网吧呀。你去网吧？我去网吧，我成年人，我去网吧又不犯法。倒是你，都大学生了，踢网吧怎么还这么紧张啊？我就不去了吧，我再练一会儿。 省运会之前，你带我去打电动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适当的娱乐更有益于训练，你这么练只会事倍功半。你真不去啊？那我跟他们去了。我去，教练，我去，你等我一下，教练。 漂亮，可以啊！你别卡我位啊，上回啊，我刚差点死了。你快上！来点包，赶紧上去，我买一个，我买一个。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有雷，有雷，有雷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那可以，可以，牛逼！哎，大小姐，你买枪啊？那个枪从哪儿买啊？吴慧儿，干嘛非要来啊？ 没想到你玩那么好，你就想来看看。干嘛呀？往那边走，帮我打一下掩护，帮我打一下掩护。看哪儿呢？我没看到。我在这儿，看到没？看到没有？我在这儿，往前，往前走，再往前走。哪儿呢？哇，不是这怎么玩的？你怎么那么笨啊？说谁呢？没有，没说你。什么游戏不玩？ 管好你自己吧。哦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！漂亮，漂亮，可以，可以，漂亮，可以！你买枪啊？来了，来了！我今天我说了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后面。